We'll be right back.
第三首歌 Mary Mary 这首歌 Love and Shit
歌吧，唱唱给他唱。反正现在台下有挺安静的，就特别适合唱这首歌。Yeah.
谢谢大家。我是觉得大家对人生活中都有一些喜欢做的东西或者喜欢的人，就我刚才就走到台下去，而看我那些队友，而感谢他们从2016年开始就一直跟我玩这支破的乐队玩到现在，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节。就我想肯定以后这样的机会会越来越少，但是真的有时间，无论是大家喜欢什么事或者喜欢什么人，都尽快去做。Down the inside, I wanna
唱一首有关信仰的歌，当然不是痛苦的信仰。啊，弹错了。
因为他们主唱很有个性，上次我们跟他演的时候就没到前面他就不会唱，就等到明天凌晨六点的话他都会来才能唱来唱的话。然后的话还有你们如果看乐队唱片的话就知道你们很拽，然后这个乐队有一个很猛的量，就是这个很拽的人是被他们其中一个人打的。大家如果想听这个故事的话就来看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 Composer 乐队。